Hello， 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安迪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哇，安迪很兴奋。傍晚好，大家，今天迟一点点，刚刚我是从外面赶回来，所以迟了一点点，大家不好意思哦。大家安妮好，安迪好，安迪。不是拉三只啊，拉三只啊，没是肥，哎呦，爱散没肥，肥啊，爱散没肥，咸吃的人才会胖啊，咸吃的人哪会胖？这样我应该是咸吃的呀。今天煮那个，来压住呀。今天煮酸菜鱼啊，这个 Q Store 酸菜鱼。酸菜鱼安弟今天煮是蒸的还是什么？没有啦，拿去炸了，然后煮汤淋在上面。这里面有两包，你看我大概要上什么料？这个是安哥山的啦。安哥山的那个酱料，好像是腌那个鱼的。不是四包吗？两包咯，这两包是酱料啊。有鞋吗？啊，弟老板你看一下，我帮你杀滴一下先。哦，有一个腌的安弟。腌哈，嗯，滚下，嗯，啊对，来腌那个鱼，哇，鱼干嘛拿掉啊？水干拿掉，这么今天怪怪，什么怪怪啊？俊，为什么讲怪怪？要讲比较少话，等安弟讲，我听就好。盐，像玉米粉这样。它那边写是 mustard 哦，不懂什么。全部混合在一起的啦。傍晚好 ，Allen。啊，毛毛。全部混合在一起。Allen 好笑 ，Allen 叫秀龙。啊。Allen 讲秀龙。这个 packet 里面是它的鱼是没有炸，可是我们喜欢吃炸的，拿去炸。嗯，安弟今天 try 拿来炸。几个看好吃？这个是那个尼罗红，这个有一鸡肉饭。大家好，阿伯吃饭心意，真正不多要。饭完好 BB， 我不多要，我不吃，我不吃 lunch， 发生无。我吃饭面食较多。因为下晡头先无吃物件。安弟好笑，安弟。哈，今天龙哥很兴奋，有没？没有啦。是咯，就讲少一点的，讲多错多，还是静静比较好。安弟有一个粉丝叫亚弟嘞，你认识吗？是嘎嘎来的吗？我呢懂啊，嘎嘎叫什么名字？应该不是嘎嘎，我看一个亚弟嘞，不懂是不是嘎嘎来的嘞？不知道，这样多人来也知道。这样少讲少一点，没有安弟，我讲是不是 Uncle 嘎嘎？不是啦。哦，我吓到一下 Uncle 嘎嘎亚弟。可能啊，嘎嘎来这样。安弟，给你放几包？我要两包，因为这个鱼很大很大条。安弟两包粉放完啊，煮什么？安弟今天煮这个鱼。应该是一样的，哎，不一样嘞。不一样。等一下，安弟那个酱，安弟那这个是哪一间的？这个安弟。哎，这个是酱料，不可以下去。啊，安弟来开 try 一下。很香嘞。哇，安弟很生哎。很生嘞，安弟不生。刚刚没有吃午餐，是因为刚刚午餐去了一个 event。那个 event 很尴尬的那个 event， 什么不敢吃？不是不敢吃，的确那 event 哦。然后他的下午茶又很迟哦，四点多五点哦。那我就跟嘉颖一起去哦。去的时候我突然间被叫上台嘞，我就跟嘉颖讲很尴尬嘞，还有我今天穿长裤，不然哦，我过去那边更很尴尬。那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哦，他就穿普通那种出街走的哦。我应该不会上台，应该是跑路嘞。安弟我就很 lucky 嘞。很会啊。安弟每个穿西装打领带嘞，上么情况嘞？在流行啊，这个应该是等一下放下去的，不要去看那了。安弟，我不敢的，安弟，我脸皮比较薄一点呢，我应该是不敢上去。办完好，大家。不会鞋吗？不要讲完了。要不然这个没有鞋，等一下好吃吗？你放一点盐哦。放一点盐哦，怕等一下见那个鱼没有咸味哦。安弟今天煮什么？安弟今天煮这个鱼，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鱼。你车上会掉出那个扣？对咯。安弟穿扣就很夸张了。安弟，你看这样子跟四妹姐一样，四妹姐在你车里面丢一样东西下去，啊、你在我讲不要了。没有，你
没有啦，我刚好懂去这个比较 official 的地方哦，应该都会穿比较正式一点，不然就我的顾客也是，他们也是掉在车上，不然哦穿短裤就很尴尬了，这应该会笑我。掉来掉去哦，那个一掉哦，你是光拿去，有时又忘住的也有。是咯，安迪马萨伊尼一干。黄一点盐啊，我感觉到它没有什么咸，可是那个酱应该很咸，因为是酸菜。安迪放一点盐，我觉得应该还好啦，你就先放多一点喽。哦 ，Tim 今天煮咖喱鱼咧，安迪今天不是煮鱼，安迪今天煮酸菜鱼呀、啊，酸菜鱼，所以刚刚还有今天没有尴尬，不然就很奇怪。Alan， 其实我觉得 event organizer 有讲的，是我自己 blubber， 是我自己糊涂。因为我只是以为他们好像一个过年庆功 event， 其实我去那边哦是要听一下那个富力他们在卖的那个案子有推出什么配套，然后有没有什么他们有什么新的发展啊。其实我觉得，做房地产我们就是去了解一下，各了解一下其他的案子。过去刚好有一个朋友在那边邀请嘛。是不是里面的妹妹全部穿到妹妹？里面安迪邀请我那个不是妹妹嘞，是一个姐姐来的嘞。全部都是妹妹啊，生到妹妹的时候有点尴尬呀。一个姐姐刚好是我刚帮人去给面子一下。安迪刚刚拿什么 seasoning 啊？是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酱料。安迪今天煮这个安格山的 pickled mustard with fish soup base， 放完好大家。Any limit on the number of visitor？有 limit 在楼下，不是去楼上，楼上不能上去。这个蛋放哪里啊？炒蛋先。煮蛋先。放完好，大家。安迪刚刚那个鱼在腌住。安迪现在。是的，刚才才退冰哦。退冰。放完好，大家。安迪刚刚那个什么鱼？我忘记问。非洲鱼。非洲飞来的。不是啦，那人家讲的。Ikan kari bukan jati. Ini hari bukan masak ikan kari. Ini ikan. Jati yang sih. Tapi jeruk, ha? Jati yang sih. Y A T I lah. Ikan sayur masin. Ini kan enggak ada lak de koni. Ikan sayur masin. Ha ha ha. Ini tinggal di tadi saja. Aku petok ya, aku cakap ni. Ha? Aku petok ya, cakap. Ha, kemarin tu ada yang nak.安迪今天煮鱼，谢谢 Alice 的祝福。Alice 跟四妹都一样，都是二月宝宝。Alice 是二月二十二，文秀的儿子是二月二十四，四妹是二月二十五，是，昨天文秀讲的，所以我们记得。安迪刚刚拿那个鱼在腌住，现在安迪要先煮别的菜先。来腌一下先。开胃有酸菜，我也是觉得开胃嘞。刚才我又在肚子饿了嘞。Alan。我第一次煮的，我吃了还有人讲味道怎样？现在我们 try 看呢，安迪也是创新，他们是煮汤的，安迪来炸。我炸了，然后才淋那个什么上去。哦，23了，不是24啊 ，sorry 呀、啊，真是我记错。前天23不是24。那个文秀啊。文秀的儿子。儿子很大，23岁。23岁，对。我讲他是24号生日，文秀。是说你生日啊？是24号咯。文秀，你的儿子是23岁，24号生日对吗？我没有记错哈、哦。办完好，大家。啊。哪里有你弟弟资料？没有啊，没有做父妈 celebration 啊。等四妹出来先啊，那边还有其他妈妈嘞。不要去其他人家。3月6号回来，不用再做了，安迪成功了。安迪，等下乐乐会不会讲？这么哥哥姐姐有，这么乐乐没有的？不会啦，因为满样没有人去补的。等下我跟乐乐，那也是长大的时候，乐乐讲这么哥哥姐姐有饭，我没有那个我要本的。那是他妈妈啊，他先进啊。哦，他妈妈。他妈妈先进要跑的，什么都要跑。四妹和女儿同一个月，是咯，一个是头，一个是尾。我刚加入一个妮妮哈瑞。安迪现在煮那个黄豆 ，Yours 的黄豆。不然想吃一下。刚巧，安迪讲你喜欢吃这个黄豆，我讲我喜欢吃那个蛋。我喜欢吃那个。我讲这个人哦，白天拿来煮意大利面应该很好吃。那你可以 try 安迪，可以加鸡蛋嘛？可以，然后就放意大利面下去哦。是了，可以试看。我要吃这个人哦。啊。对，不去讲这样事。文秀的儿子是23岁，
2月24号生日。明年就利息利息。24、24、24。不是的，哦对哦，24号24岁哦。有晚上有过去找师妹，师妹生日，谢谢大家给师妹的祝福。师妹还没有上线上啊，她应该在忙住，可能在喂住乐乐。点盐吗？一点点就好咯。要多水吗？要。要蛋啊？我要那个蛋，好像那个蛋汤一样，那个蛋好吃，我喜欢那个蛋。办完好，大家。师妹，因为这个是麦克，是麦克不在的那个。让我吃蛋呢，安迪，你吃豆。办完好，大家来等安迪再讲了，我还是讲少比较好。上次讲我讲太多，所以晶晶不要敢叫安迪。你确定吗？王哥在搞什么？安迪露珠的是。五刀命出轨了。五刀架归能，哇，一个这样多哦！我一罐而已哦。应该是生意大的关系。要帅气十足，是谢谢 Alan， 我会注意的。可是我会听 Andy 讲，会收一个扣在车上。但是穿那个扣，我觉得很老气的。我觉得 Andy 全部穿那个扣的话，都觉得很老气的。我还觉得蛮好，哇，至少穿到比较 casual 一点，不然我觉得很老气耶。你就随便穿 hotband 去人家看你吗？不要 hotband 啊 ，Andy， hotband 是都请了 ，Andy， 但咪穿 Lucky hotband Lucky 台边 ，Lucky 定名。可以，你 hotband 去 Andy。因为我没有穿到短短啊，我可以上去。Andy 明天讲 hotband hotband。我不敢，我没有穿到短短还好啦。Andy 要露那个美腿。Andy ini hari masak ikan， sekarang masak kacang kuning dulu。在煮黄豆，很久没有吃。很久很久。我哪里有心不在焉，我还是觉得静静比较好。Are you sure? Yes. Auntie talk the most. I damn enough. Auntie ask one, I reply one. Auntie 来姐姐 your first dishes. Are you sure? 不用放番茄吗？ Auntie 要放不放都可以。没有啦，他们要换了啦。谢谢丽对师妹的祝福，师妹等下线上会一个一个回应大家的生日祝福，谢谢大家。June cook with 什么豆啊？豆腐啊，应该是豆腐啊。安迪，你别几件先啊？那几件先？小英讲加什么哈？不会看那两个字嘞？加番茄还是番茄酱？不是番茄，另外一个不是番茄，不是什么来的？来。安迪秀的黄豆蛋完成，几斤？嗯，我们两个人吃，其他人没有吃。办完好，大家，恩恩有过来，是。有过来。恩恩跟二姐有过来。那人家也帮我们跟进去了。没有嘞，我吃那个蛋嘞，没有吃很多豆嘞。我吃豆，因为那个豆没有。安迪喜欢吃那个豆，我吃那个蛋呢。啊，杂菜！接下来安迪也插杂菜。安安，来，安安 ，everyone to see you。Hello， 你今天住宿他这个。Hello， 安安。来 ，say hello to everyone。安安 ，need to see camera one。Hello。What's your name？ 哎 ，why so fast？ 番茄酱没有放番茄酱，没有没有。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喜欢像番茄酱，有的人喜欢放糖糕糕，慢慢吃。是咯，有些人当喝。今晚几个人吃？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吃。翔哥跟六妹回甘蹦。所以安迪今天煮三样菜而已。接下来安迪要插杂菜。安迪要帮你包酸包香那个东西先嘛，叫安哥，安哥给包香先。来，我们跟安哥打个招呼。Hello， 安哥丹。傍晚好。嗯，安哥丹比较静静。安迪的家很大间，像两间家。这个是比较大间的 Superlin 的家来的。哇 ，Alan 讲红枣，红枣。
给师妹，我跟你讲，昨天有一个朋友哦，他熊嫂，他很用心嘞。熊嫂懂师妹不能吃东西哦，他就去炖燕窝给师妹嘞，很用心嘞。熊嫂，师妹讲爱心满满，谢谢熊嫂的燕窝，傍晚好，安哥很 humble 哦，是，祝师妹生日快乐，谢谢。傍晚好，安哥。今天早上没有了 Jessica， 我看到有些公寓还在讲电话，有顾客进来，安哥。今天他们讲有一些地震呢，有一个公寓，因为我是那个公寓的 committee 嘛，他们就讲那边有地震，感觉到在抖。我觉得还好嘞，我们这边没有嘞，没有地震呢。安哥把你抱箱了，安迪。是我的粉还没有抓呢。啊，那个粉还没有抓，安哥在抱箱的当中。几个是拍照。啊？安弟在加玉米粉下去。来。我在那煮鱼的。你这边的料这么多哦。哇，香香哦。Hello， say hello 就走了。傍晚好，咪咪可放工了。几件是拍照而已，没有什么特别意思。谢谢大家给师妹的祝福，师妹上的线上就会一个一个回应大家的祝福。安哥在帮忙爆香那个蒜米，很香的蒜米。刚刚安弟煮完黄豆鸡蛋，现在安弟在煮早餐。吓死你！什么圈圈？没有地震，不要怕。没有啦，只是整一下。有学校有 feel 到地震，一些看靠近哪里的，我是听到人讲有 feel 到嘞。看地点啊，我觉得高楼比较 feel 到。安弟刚刚爆香那个蒜米过后，就加那个肉上去。你发现那安迪的肉窝，他都有抓那个面粉，因为安迪讲那个面粉抓去了过后就玉米粉，哦，不是面粉 ，sorry， 玉米粉比较滑滑，加工的凤加工 ，corn flour 比较滑滑。傍晚好 ，Winnie， 大家傍晚好，进来的粉丝们，安迪现在在煮就第二道菜了，叉早菜。维尼是从沙巴的 ，Hello， 有，今晚过去找师妹，安弟就放那个芥兰花跟包菜花，是不是啊？对，厉害了。我怕我讲错名字而已，安弟先放芥兰花跟包菜花，冷丽花下去，过后再放红萝卜。红萝卜今天没有人偷吃，因为那个是师妹偷吃的。师妹喜欢吃生的，我喜欢吃熟的。安静来放那菜去，炒，很有口福哦，是咯，我也是在流口水了嘞。我觉得每次在做主播哦，我都觉得也在吞口水嘞。啊 ，Allen 在五楼哦，真的是有在抖啊。安静，你刚刚那个肉是哪一半？后腿肉对吗？后上腿肉，心里是后上腿肉。放点盐，放点调味料，应该还好了，一下子对吗 ？Allen 一下子哦，放点调味料，还被小的调味料。谢谢大家的祝福，今天一二三四五六，今天六个人吃。炒，还邀进来聊。接下来安迪就要放那个蚝油，那个蚝油差不多剩底了，安迪有加一点水，就不要给倒出来。我
无料，无料，料料。放好油下去，继续炒。锅安弟就把刚刚那个肉倒下去。今晚有回安弟秀的家，对对对对对。谢谢本修华文大家的帮忙，也是谢谢大家。Alan 讲以为他的血压高，没有事没有事，不要吓自己 ，Alan 不要吓自己。是和心里那个部分的肉很软哦。嗯，后上的肉很软。后上的肉比较软。你要看花蟹。看花蟹，蟹那个横线，要蟹直线，蟹直线很难咬，要尊重花纹蟹。安弟有礼物到了，安弟。我不知道很多礼物在那边哦。很多礼物啊。那个人不在啊，礼物说的是哪一个？哇、哦，没有带到很多礼物，安弟，这个没办法，这个因为人没有在，你看又有礼物了。又有礼物了，你看师妹人不在，还有礼物嘞。安迪是加 corn flour 在那个肉那边，啊，自己来了你，哦，谢谢 IV， 大家帮忙，大家支持。来宾刚才不是你叫我干二姐拿来？是二姐拿健康，我要买什么蛋糕？我讲你们买蛋糕，等下杀波波嘞。还要叫我买一个 cheese 蛋糕，我还有没有买嘞？安迪喜欢加个双个是都加。你先回去了，等一下啊。安迪，好彩我不会 cheesecake， 应该是至少有五粒蛋糕，我跟你讲。他那边应该是有两粒哦。不知道，我刚才看到那个二姐买一粒来。你有就拿两粒过去，小粒的。对。我的那个迷你，因为替我拿大粒的哦，一公斤那吃到我，夹夹了的。安迪秀在讲哦，师妹没地处哦，过安尼嘴哦，安尼嘴礼物哦。安弟，我好像是安弟，我不懂，师妹哦，在那边没有买嘞。我觉得他在月子中心也是有买嘞。等下哦，等下他去的时候没有嘞。我怕等下在他去的时候，我应该是三个杯，回来变六个杯。应该会。我跟你讲，他开始买了的。哦 ，Alan 讲他的日本老板说，今天早上那边没有东西，6.0的那个地震。印尼那边针对来安迪的采茶好了，肚子饿了，吃了我口水就流住了了 Kelvin， 来安迪秀，安迪掉嘴啊，还是骂一下。安迪刚刚放多少肉啊？150 gram， 有烟。可以放多一点。安迪有腌吗？那个肉有腌吗？他自己喜欢吃多，自己少自己放。那个肉有腌吗？放的太多，等下没人吃。安迪，那个肉有腌吗？粉丝问。那个肉有腌。放红萝油、调味料、盐、胡椒粉，炒炒一下。我吓死我，没有了，吓到我，他在动动，快讲，他在转转。来，安迪，接下来要煮今天的炸鱼了，还没有拜拜，芊芊，现在才重头戏而已。阿伯，阿玲，拜拜。你现在去哪里？你现在去哪里？芊芊要去，芊芊有没有？我们要拜拜了，还没有，现在才煮重头戏。他刚进来的？没有啦，芊芊早在里面了啦。那你有刚进来？重头戏到了，安迪要先炸鱼。放完好 ，Doreen。
鱼。蛋糕啊 ！Hello， Andy Shu。再倒数一下，等下四妹有几粒蛋糕？你们买这么多，四妹不能吃嘞。那只有龙哥吃了。哦，刚刚有一个粉丝问 ，Just now bought marinate with what？ Andy 有放葱头油 ，onion oil。Yes。还有那个盐。跟调味料，还有玉米粉，抓抓抓，它来煮。安迪刚刚用了一个调味料，这个安迪今天煮这个，他们这个是煮汤的。安迪今天 try 拿来炸，没有，不是煮汤，是煮汤，是煮那个红萝卜汤，是。我还是煮汤。是拿来烫，我是拿来炸。炸比较香，好像炸鱼肉这样吗？对，我先炸。我来炸鱼肉。我是在吃鸡。咱们不是在吃鸡，鸡给看好吃。So many cake， 丝肉我刚刚我看到的是五粒啦，我看不到不懂几粒啊。五粒。阿弟他之前挖的肚子，阿弟开始讲够粒了。你要干什么蛋糕先？阿弟不能选嘞，阿弟没晒酱脚嘞，我是不爱脚嘞，我不喜欢，喜欢吃 cream。Eric 也喜欢吃 cream， 还好有帮助。阿弟开始要炸鱼了。Allen 写那个哦。不会读了 ，Allen。四妹的什么什么天下，什么有什么什么，不会看。来，安迪读一下，什么的，什么什么天下，什么有相似相天下，我没有带眼镜。相似天下，什么叫相似的？认识的朋友吗？认识天下，没有认识的朋友比较多。没有天下这样多了。没有天下啦，朋友。他应该是叫大姐，他没有认识这样多人呢。哦，交友广阔啊，这样我就会讲这个。他是英文的 Allen， 谢谢 Allen。认识比较多朋友啦，因为你都是在波波地跑的，当然有朋友多，生意才多嘛。像龙哥朋友是很多，还有生意嘛，罗旺比较多，四妹比较多，也是不少啊。不是跟他四妹旁边啊，也是一样啊，四妹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差不多。哇，安迪厉害，安迪，我看你跟你讲哦，真的是不够安迪转呢。安迪这个什么鱼？非洲鱼。尼罗红，这次很大，这一斤多半。尼罗红，我不怪得二姐讲很多鱼了。什么很多鱼？像大只鱼一公斤半的安迪，斤大只的斤也行。安迪刚刚放玉米粉。我一点粉比较是玉米粉吗？对，我一点粉玉米粉比较好吃。安迪在炸这个玉米啊，在炸那个鱼，放玉米粉来炸。corn flour corn flour， 我马来文不懂叫什么了 ，Jessica， 一干啥不？一干达到，一干达到，一干非洲在哪里啊 ？Africa， 一干 Africa。这个叫尼罗红，我不懂，我不懂英文叫什么嘞，我也不懂马来文叫什么嘞。我给你看，看懂就懂了，对没？懂。Group network， 你看一下，大家看到这个头的鱼懂什么鱼吗？我也不懂是什么鱼嘞。安迪再逗回那个鱼给你们看，是达拉比亚嘛？我不懂什么鱼嘞。非洲鱼啦，你是人家那个。我不懂鱼的家族嘞，我不会了，只会吃鱼，不懂鱼是什么打什么。只要我的目标很简单，那个鱼要吃到干干净净，就证明它死得很值得，不要浪费。哦，达拉比亚，谢谢苏珍，是喽，我现在是达拉比亚嘞。那个鱼的名字喽。我不懂它。我不懂它是什么名字，但是我很大字，所以本来是要粉丝下去炸，难炸，很厚。安迪就切，因为很大字。切小片，等一下他们也容易吃。这个是一干达拉比亚非洲鱼，谢谢大家。是新的一干达拉比亚，不是迪拉比亚 ，T A L A P I A， 达拉比亚。很大字。
很大只，安迪切尔，这样我们吃也比较方便。一块一块鱼肉来吃，谢谢安迪秀，很细心。可是这个鱼哦，拿来切一片来煮好吃。尼罗红不是金风鱼，是尼罗红。我不懂哦，有一个粉丝写，我看到金，看到风，看到鱼就叫金风鱼咯。不是金风鱼，这个是尼罗红。这个是尼罗红。哇，婶婶剪头发了嘞，婶婶。婶婶剪头发了。婶婶在剪头发了，变帅哥了哦。他爸爸跟他剪。安弟，你会放在汤里面，是不是现在要吃才放？没有啊，这个煮了，然后才淋上去。不用，不用，不要滚了是。两片鱼卵很好吃的。对喽。一干达拉比亚，是是是，谢谢大家。一干达拉比亚。啊。哈？达拉比亚，罗非鱼咩？非洲鱼。非洲鱼。Hello。尼罗红。好像长大的感觉嘞。你头剃好像很高了。没有，我觉得长大的感觉，我觉得。嗯。变多一点。是不？这样觉得长大了嘞。头发断了好多。给大家看一下啊。Hello。Hello。晨晨。拜拜。安哥在抱晨晨，大家有没有觉得晨晨变大了？安哥突然间抱过来后，我讲这个 boy boy 是谁来的？就突然间，没有，他变大了哩！我觉得突然间 ，Hello， 是咯，拍拍手，是咯，有白带了，爸爸跟他剪的，他爸爸，没有啦，他在去见酒，爸爸剪的是不是？是，爸爸疯到了，爸爸疯到了啊 ！Hello， 晨晨，拜拜。没有加摩大哦，唔系加摩大啦，加摩大唔好夸啦。Hello， 晨晨可爱哦，安哥给大家看一下晨晨，过来继续看炸鱼了。哇，Alan 是讲师妹应该是很好，很会交朋友，很多好朋友，然后交友很广。是是是，做生意都是要好朋友才有罗棒。安弟讲的对，做生意。要不然你没有朋友哪来罗棒哦？人家会介绍介绍啊。做生意真的是要交广阔，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看你怎么去对待人呐、啊。对啊，要有信什么了？等一下。信什么了？信什么？信什么了？我会讲。信誉。什么信誉？我来懂讲什么啊？不懂哦。突然间我觉得晨晨变大了嘞，每个讲很像外公哦。你像妈妈，像妈妈，像天空那个花，那个是你阿姨的，你四姨的花来的，是哦，晨晨可爱哦，变长大了哦，哦，原来这样多名字啊，那个非洲鱼，尼罗红非洲鱼还有没有？还有非洲鱼、尼罗红、金凤鱼，这个金凤鱼咩？我不懂哦，我唔知，我还要加安迪，是吗？不知道哦，我也不懂哦，安迪在炸，就那个鱼肉炸起来。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个鱼哦，吃到干干净净，不要浪费而已。所以每次看到鱼哦，都是在安弟跟我两个在轮流在看谁吃鱼头。吃鱼肉，我吃鱼头。安弟不会吃鱼头，每次安弟没有带鱼头是我吃的，安弟他们不吃的，他们没有吃的，安弟这个不能吃的。还有晨晨露来安哥单 face。他像妈妈们，眼睛眯眯。妈妈像爸爸吗？妈妈像爸爸，眼睛眯眯。晨晨几岁呀、啊？晨晨几岁、啊，安弟？晨晨还没有对岁呀、啊。还没有对岁耶，还没有对岁耶。他个子很大嘞，真的。他个子很大嘞，真的。我在给晨晨吓到嘞。他剪头发，突然变成熟了哦，安弟。放完好，大家安弟现在在炸鱼，那个鱼是我是觉得很大只的鱼。你这个鱼越大只越好吃。安弟不是选比较小只吗？它不会老吗？选大只的。没有，它肉很细，越大只的肉越细。我怕肉大只越细。这个鱼酱大是肉就是很大只，安弟就不能整只。越大只越好吃，这个鱼。哦。Alan 讲师妹是遗传安弟秀跟安哥蛋的善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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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我不会看。Good good genes from the parents， 嗯，是是是。尼罗红也叫非洲鱼。金凤鱼是有黑点，所以这个不是金凤鱼喽。这个是尼罗红，你是黑色那种是啊。师妹下个月才回来，坐满月先。是喽，很大很高了，我晨晨，我像觉得嘞，我好像两个礼拜没有看他，你有嘞？我三个礼拜而已嘛。三个礼拜有过来的，对喽。三个礼拜我不是有看到。明明都有看到他三个礼拜。你要带出哪里去啊？我头脑白记了，我老了，有年纪了。这叫什么？安迪是越活越年轻，因为安迪越来越搞劲。安迪太搞劲了，安迪跟个家好些了。我看他们要去什么来着，我是很好奇。安迪，等下开来看一下。我是很好奇这个是什么料，我去读看一下它怎么煮啊 instruction。 哎呀，全部放放下去就废了吧，这种变装很容易的，做工回来很迟了啊，快点打开一包，然后鱼放下去，然后你要是冷冻杀鱼就是用生的焦点。哇，酸肉劲哦，这个很酸哦。我试一下，会很咸吗？酸，哇劲啊，劲耶。等一下你要煮那个，这个鱼是新鲜还是冰冻的？冰冻的好像是。这个冰冻的。Frozen 的 ，Frozen 的。哇，辣！小朋友，这样吃安迪，你的鱼是不是不能全部蒸完？应该不会吃，要给一点。哇，冰诶！小辣椒。要给两条恩恩呢，不然像恩没得吃哎。你留两三片给他喽，不要放完呐。哇，这个饼啊，小辣椒。Ikan beli di mana？都萝卜安迪。NSK Belly 不是 NSK Boy， Jennifer 讲以为是一两岁嘞，我突然觉得他很高了嘞，一岁不到啊。对哦，蒜米很香。哇，很喜欢。王哥最喜欢的蒜米。很香嘞，那个蒜米，哎呦。I think 外公 look like N N because admire daughter Sama。N N look like 外公。N N look like 外公啊，不是外公 look like N N 呐。安迪就长得像师妹。是咯，突然就好像四面成安迪秀呀。恩恩像外公不是，啊外公像恩恩像外公不是外公像恩恩，我弄到我不能做两滴，我也是。晨晨长肉了 ，fish chubby， 这边他有长肉，他有刺。会吃饭了，有吃饭了。不加分料。安迪可能给点肉，安迪晨晨也是可以吃哦，那个鱼。你看鱼头去蒸啊，剩一点留一点肉，不要全部蒸完给小朋友。留给他去蒸那个。是喽。是什么？给他们吃爽，那鱼肉配饭。我这小辣椒会骂人的，很辣。会骂人的，你小辣椒会骂人，你是讲什么话？会刺刺。小辣椒会刺人的。刺一下，所以感觉到好像。Jenny， 我不会读你的那个信息了，安迪戴眼镜看一下。什么东东？安迪，你什么？安迪，你那个窝是不是热了才放油？因为我炸鱼的时候还粘窝。哦，要热啦！热了才可以放鱼呀、啊。没有啦，啊，你那个我每次都是把那个油那个窝先炸给它干了才放油，要不然会。很。对呀、啊，热了才放油啊。今天有好吃的，应该是那个超大的龙蛇的，超大的哦哦的，不要吓不要吓，不要自己吓自己。你要是怕粘锅就放点粉哦，怕粘锅就放一点粉。你不用怕它焦，然后又不会锁住那个鱼的水分，所以你放点粉这样鱼很好吃的。安迪在炸就那个鱼肉，
安迪先炸好那个鱼先。咸不？不咸吗？不咸了。咸不？不会。甜哦。有骨味。有啊。还能吃啊？有骨哎，不要小心哦。I'm very sweet looking， 是的。龙姐姐没有来吃，我已经 block 她了腰，谢谢。有一个人写一大堆印度字，快立刻 block 她了。呀，什么？一大堆印度字，粉丝讲广告来了 ，block 掉她。你是讲，我跟你做朋友吗？什么啊？是喽，大家要小心呢。要上当啊！是啊，不要上当哎！很多人哦，突然间去加account我，在讲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我们看到那些，我们就会 block 掉他。是加工粉来的，安迪有加。我们加工是全加工粉啊，不要买到酱包粉在家里投诉。安迪一个粉打天下。一个酱油，一个黑酱油，一个红，一个蚝油，蚝油就可以煮菜了。不用买的十多二十罐酱油。要等到时间家都是炸餐，都是那些煮的，煮不完的啦，太多。人家不是有分煮日本餐的，煮华人餐的，煮印度餐的，煮马来餐的。安迪也是厨师啊。安迪只是那种普通家里的那个。家里厨师。我东家里煮的那个羊米椒粉、豆油、豆油、糖、蚝油，好了，再煮。安尼简单。就是安尼简单。安尼讲煮食无艰苦。免炖水水。免炖水水。现在他们煮的。啊，小那个鱼肉给他们吃咯。好像这个鱼煮了，它那个就不会断咯。是咯。是啊。嗯。也是好吃，所以我跟你讲，你可以分一半干的那个头全部放在里面，然后其他都不用。Anti goreng guna tepung jagung corn flour， 那个鱼吃到最差了过后，我来点辣椒也是好吃的，点三八。还有那个黑白也是要买大大字，好吃，要买小字。请问这个鱼多少钱呢？弟？这个鱼啊，我买这条24块。24块一公斤半。它一斤肉折5块啊，他说要折5块我买，24块多。一斤肉15块，安迪买到这条鱼差不多24块。我跟他讲，这条鱼还蛮贵啊，安哥两个鱼都没有买，你哪能知道鱼多少钱？安迪在笑啊，安哥在笑安迪。每次鱼是人家拿来的，所以没有去买。啊，每次那鱼都是你哥的款式比较多。很少买鱼。这个鱼安迪是在NSK 买的，不是尼古多的 sponsor 的。尼古多没有卖这种鱼，你不是买这个鱼？什么鱼来的？尼古多是卖那个海鱼。尼古多是卖海鱼，不一样鱼。我跟你就是可以拿一些来整的。我就可以。你想拿一些来整吗？我就可以。是啊，还是这样结的哦。现在在什么坑边？还有时间。来一个来啃哦，应该是个特效啊，放下哦。你不要煮很多，不要煮很多啦。啊，这个鱼巴比较好啃，这个。不用紧，我先刚大了一点的。真的是温讲一下，不要看到啊。再拿个鱼来吃啊，好吃哎。他没打鱼哦。那这个还有那个有放水在那边烤的话，它会有鱼味啊。啊，我上面一组位对。对啊，因为他有在那个水螺体里面走的，然后他是干到盯上我的，然后放在那边，我们看到美美我就买了。我们买一次看到他眼睛亮亮美美，我们就买。安迪美味秀节目，安迪先放第一包酱下去先，这个是那个蒜油。蒜蓉。这是蒜蓉，这个是。这个是做工啊，要是回来啊，没有时间啊，就是吃这种快的了，便便的，不用再去准备什么了。这个是什么？
放点炒青哦。嗯，炒给它烫烫先哦。这个蒜你要给它炒一下哦，让那个香味出来一下。这什么？这是辣椒。它放多少？要放多少时间？等一下，快看。五零五零，开始黄鱼黄鱼啊！它这样子香，它没有点太多水哦。煮那汤有没有忘记啊？嘎嘎，你没有没有水哦。饭碗好，大家。那个鱼好吃，脆脆。那炸起来好吃，你要烧烧吃是好吃。好吃好吃。安迪看煮什么就用不一样的锅，隔壁那个拿来炸，现在拿来煮那个字。明明它比较容易炸。这个是拉锅面的，这个是拉锅面的面的。两个都是拉锅面的锅，只是不一样。一个是平底锅，一个是那个炒菜锅。你妈以前做了对吗？没有。没有，我煮肉了。接下来再看。为什么要？因为它这个是煮半鸡肉的那个鸡肉，这个是我们半鸡肉而已啊，所以它的酱料不会很多。鸡肉的鱼肉，等一下不要放到碗里拿来，干可以来这样刺做刺爽哦。很多蒜苗，五香。哇！一半下去，一半不要下去，我现在觉得。每个听到我在吃那个鱼，你看剩下鱼骨，剩下鱼骨我也给我吃完了。因为那个鱼脆脆，吃一下味道。那你多那个蒜，那个蒜蓉啊。不喜欢吃蒜的就先泡一点。红壳去干。那上次酸度很香的，你要不要吃？那边有放什么肉夹？你放那个，你放那个青花青应该是很香，我觉得。阿爸，你无坐到红色哦，我。我看你在那边炒。嗯。我看你在那边炒，很香哦。我买那个干锅，放一整。Banyak sedap anti ya, sudah masuk perut. 这个鱼头，我下去滚一下这个。安迪，那个鱼头绑下去。安迪，把两个鱼头下去先，给它煮。哎、欸，不是有四，不是有四个的吗？安迪。啊。完美似的，装不下，因为比较多汤。要不要试一下？不用了 ，OK， 很香。我试了那个炸鱼了，这个等人第四。要吃那个汤。很滚嘞，这样才好喝。他们煮饭来看看你们。用沙没有用。那这个辣椒辣哎。行啊。行哎。那个辣椒辣哎。跟那个一杯水差不多啦，它够咸了。安迪讲里面有什么酱料？安迪就是开这一包酱料，安哥山的这个酱料里面你开起来呢有四包东西，四包调味料。一包是拿来腌那个鱼来炸的。要留啊？啊，要留哦。留吗？要留要留，安迪留比较好。另外三个呢，是一个是那个蒜蓉。一个是辣椒，一个是那个酸菜。酸菜，安迪煮好了。
安迪今晚煮东北菜，这东北菜来的，不懂哎。不知道嘞，不懂哎，昨天煮什么菜？这个是酱料便便的。便便的酱料。上的。安迪在丢掉啥？哦，这个给他们的，嗯，放下去。你再回去分你们。够吗？够。够三个够了，我觉得。鱼很漂亮，很好吃。我现在觉得，是喽。那些鱼不平时不是老的比较。是，因为它的肉嫩，然后你大只，这个越大只越好吃，还有那个黑白鱼也是。这个鱼肉越大只越好吃。安弟刚刚拿那个酱料来腌呢，然后放一点点盐。它的那个粉里面的海鲜最高。是。那个黑白鱼也是，大只也是好吃。我不知道什么是黑白鱼的，安弟。一边白一边黑的那个活鳕鱼呢？不懂。那个也是好吃。安迪拿那个酱料，里面有一包粉天来腌的，来腌，然后放点盐，在一起一直腌，然后就抓一点那个玉米粉。这个酸菜有咸的，所以不用再加盐了。这个酸菜有咸的啊，不用再加盐了。来，安迪就放点吊坠。等下记得带蛋糕回来给安哥安弟吃。安弟，安哥没有吃。因为安弟31年前在辛苦生四妹，很漂亮哦。来，安弟秀今天的酸菜，完成。今天，来，安弟需要摆完他的菜了，他的家族，来，他的家人。哦，安哥经过，不好意思。安弟今天煮三样菜，好了吗？来，好了。来，拜拜。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Good dinner, okay. 拜拜，没有讲错，你不用担心。哇，安迪讲完整个句子嘞，大家拜拜。晚餐愉快。晚餐愉快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第一个是安迪的重头戏，这个是重头菜，酸菜，鱼，酸菜鱼，然后叉杂菜，接下来就是黄豆鸡蛋。好了，大家拜拜，我们要开动了。